就前一段时间呢，家人在整理园区的时候，就忽然抬头看到，每天都看得到的灵芝，忽然冒出一阵阵白烟，我还很兴奋啊，就跟现在都在家里读书的小朋友说，哇，小朋友每天下课的时候就跑来这个灵芝这边来看它冒烟，后来上网去查说，它是在散播孢子，那散播孢子对训练来讲是一个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。不过它在一些高温高湿还有空气不流通的状况下，它的孢子散布就会看起来像冒白烟一样，所以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好新奇。虽然它可能已经上演了很多年，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情形。对，所以它冒白烟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以前有没有看过灵芝在冒烟？没有看过。后来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感觉如何？感觉很新奇，然后第一次看过觉得很帅。很帅，第一次看到那个灵芝冒烟感觉如何？很神奇，因为之前都没有看过会冒烟的树。后来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它在散播孢子。你看很大的灵芝，它之前不是有冒烟吗？超神奇又超帅的呢！真的耶。